我们是 MRNR 七八，我们现在在南投水里的山里面的兰卡。嗨，我们是 MRNR 七八。我们现在在南投水里的山里面的兰卡，啊，我们今天住的是四人的木屋房型，包含吃素，但是这里可以让你自主食，有点介于豪华露营跟一般露营间的住宿形态。然后就是一区就是一帐，所以你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，不会被其他的做干扰这样。全部六间，然后只有一间的木屋，然后四间的是球形帐篷，就很梦幻，有点像是冰屋的样子，就很漂亮。但只有木屋房型是卫浴是在里面的，所以如果有小小孩都是长辈的话，可以考虑木屋房型。但是其他房型的话，它的卫浴也都只是在帐篷旁边，是独立的卫浴，然后也是很近。环境的话，这边是森林系，森林系的感觉，你可以听到虫鸣鸟叫，然后很自然的空间，然后有很多的蝴蝶，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蝴蝶，然后这边还有两只很可爱的小狗，很乖巧，对，我们家两个小孩都一直去跟它玩。然后像我们现在是七月初嘛，但是在这里的感觉是很凉爽的，对，不会到非常的热，然后没有小黑蚊，有一些蚊子，但是还好，还蛮舒服的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回家了，拜拜。